当我假装不回家。哎，朱总，你看了我身份证没？没啊，你要身份证干嘛？我朋友他叫我出去吃个饭，顺便喝点，身份证找不着了。哎，你看什么？你把我也带去吧，我也没吃饭。你看，我今天画的好不好看？嗯，好看是好看，但是你又不认识我，带你去干嘛呀？你给我介绍介绍，不就认识了吗？是？怎么，全是女的？我小虎是那样的人吗？怎么可能全是女的？男的女的都有。那男的多还是女的多？一样多，就一半一半呗。那个，这充电器我也拿走了。你拿充电器干什么？我，充电呗，那还能干嘛？那我还能把自己勒死呀？但是那饭店都有共享充电宝，你还自己拿充电器啊？这不是免费的不用，我非得付那费啊？我傻呀？哦，我那身份证呢？你不说我还忘了问，你去吃饭为什么要拿身份证啊？哦，我吃完饭去上网跟哥们儿，不行吗？吃完饭拿身份证上有什么问题吗？行了，不说了，那个我要迟到，先走了。哎，小虎，你不去行不行啊？不行，我跟哥们儿都约好了，而且我今天晚上可能晚点回来，哦，也可能不回来了，走了。小和尚下山摇花斋，老和尚有交代。嗯，初总别躲了，出来吧。你干嘛跟着我呀？你在这演无间道呢？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你担心我啥呀？我一大老爷们儿。我担心你不回来了呗。好，因为这事儿。哎，我逗你玩呢，我真跟朋友去吃饭。真的？真的。哎呀，你这样吧，我带你一起去可以吧？这还差不多，走啊。